听说你们都喜欢看小山竹。我家猫白天是这样的。你又困了呀？还要睡多久啊？你睡觉的样子怎么那么可爱？到了晚上。爱我吗？有多爱？真的吗？哪个小朋友半夜不睡觉？哪个小朋友半夜不睡觉，我就到你家里过来抓你，把你抓走！把手给我！大姐，把手给我！把手给我！你在干嘛？你在想什么？兄弟，大姐，把手给我！把手给我！哎，把手给我，把手给我，手给我。这三声小奶音我也就听了100遍。听说布偶猫的眼里有星辰大海。谁诀别相思成寂寞，问天涯也莫问归期。假如别人突然不回你消息，给他看。生气，恶心，想打你，呸，啥也不是 ，fuck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别看我的猫又凶，又狠，又爱咬人的，其实它内心胆子很小的。我们只需要啊，咬人了，咬人了！有什么？小可爱让你久等啦，你的三期咯。我们先把甜甜圈切成小块，切好啦可以吃咯。再来一块，吃慢点。最后来一块大的吧。接下来我们吃520饼干吧。想不想吃呀？羊奶做的哟。再来一块吧，好吃吗？最后一块咯。一天天摆了你的手机秀恩爱，我只想说，我单身怎么了？没对象怎么了？咬我啊！当你带一只新猫回家。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，假装心伤心像一瓶花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，它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。嗯，干嘛呢？小猫咪的两副面孔。哪个干哪个，谁爱的有你。来，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当事人，对于你长这么胖有何感想呢？看看这个大鸡腿结实，看看这个大肚子富态，看看这个腮完美，看看这个毛色锃亮，看看这个屁股。哎，怎么还动嘴呢你？不跟你玩了。话说啊，平时给你喂的比瑞吉新品六种鱼还真不错哦。这是专业检测机构提供给我的报告哦。产品上营养成分没有虚标。哇哦，不错呀。检测报告显示蛋白质含量实际还高了2%，淀粉含量只有14%，猫粮是真实的高含肉量。杀菌质控方面也有严格控制，应该是品牌方有整改过，可以放心哦。这啥玩意儿？瞧你跑的肉一颤一颤的。当你的猫第一次遇见螺蛳粉，本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原则，给我家猫闻了一下螺蛳粉。还有腿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。结果他寻思的胃太大了，在猫食粉外面尿了泡尿，过分啦！哎，怎么舍得打你呢？还好有这个消毒剂，喷一喷，除臭效果立马见效，还能消毒杀菌，采用食品级次氯酸，无味不刺激。我往螺蛳粉里喷喷，好吃不臭。What?